我们要扎实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统一大业，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，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澳人治澳，高度自治的方针，坚持依法治港治澳，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，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意。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，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，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。